凤凰时尚时装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许维洲。今天这个造型呢，是我们的这个老师给我搭配的。这是一个有着这个星星，然后闪亮，特别的闪耀的一件奇装。新专辑会在明年，然后推出我的第二张全新的专辑。最近看过的是《釜山行》，然后我觉得是一部制作特别精良的片子。这个还不知道呢，不知道是在工作中度过呢，还是在休息中度过。十一长假应该会回去看看我的父母吧。